知名素食连锁店为了让花莲乡亲也能够享有自动化、快速、便捷又舒适的用餐品质，斥资进行大改装，在11月28号呢要重新开幕，强调自助点餐、付款、送餐到桌，还有外送服务，连素食店都必须要转型加强服务，来抓住消费者的心。市场竞争压力大，连知名的素食连锁店也要做升级。位在吉安的知名素食店大规模斥资装潢，将吉安店提升到品牌旗舰店的规格，要让花莲乡亲享受到顶级的服务。我们提供一个未来的用餐的新的体验，我们一直希望为花莲的乡亲打造一个全新 不一样的一个餐厅，除了在环境上面非常舒适之外，我们还非常强调的是数位，在那边介绍，这是一个自助点餐机，可以用多元支付的方式，不管是悠游卡、信用卡、一卡通，或者是手机多元支付、Line Pay 接口，都一样是可以来这边消费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送餐到桌的服务，就是你已经点完餐之后付好费，你只要输入你的这个号码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桌牌放在你的桌上，由我们的款待大使把你的餐点送到桌上，这是在服务上面的升级。从外观到内装，还有内部的管线全部换新，业者希望以最高规格的设施来提升花莲的餐厅水准，也让花莲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和台北都会区一样的品质用餐环境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